是否有贯过祖尊的念诵法，就可以修祖尊的其他的观想法。如弟子当初受贯大白伞干佛母念诵法时，是否还没有讲授伞盖放光超度亡灵的观想？如今师佛慈悲已讲授，弟子是否也可以使用这些观想施法呢？跟你讲 ，yes， y e， yes， x， y e x， yes， 因为你已经灌过大白伞盖的念诵法，当然你也可以修伞盖放光超度亡灵的观想，可以的，因为这是有关联，有关联在一起的。